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谈一下这个 CDN 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应用。CDN 这三个单词，有可能有的人听说过了，大部分人我想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我们一起看一下吧。现在电子商务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在全球各地访问的时候，有可能遇到了网页加载比较慢的问题。慢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如果你延迟一秒打开网站的话，可能有3%的用户已经走掉了。如果是3秒钟才可以打开这个网页的话，大概有50%的客户是不能满意的，他的现在心情是不太好的。如果是5秒钟才可以加载这个页面的话，大概你整个网站的内容有50%是不会被访问到的。上面那个页面就是客户一直在等待，但是页面不能加载。这时候你的电脑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白屏，或者是格式是错乱的。下面这个图代表的是，因为在同时有很多的用户在并发，可能你的这个 IDC 的服务器已经瘫痪了，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什么是 CDN？CDN 的中文名字是叫内容分发网络，它就是为了网站的内容和应用程序的快速并且稳定的分发而诞生的。CDN 为了确保在全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所有的用户可以快速、准确的访问您的网站。CDN 所使用到的技术包括现在 IT 所有相关的技术。我们今天需要谈的是三个方面，包括这个大圈红色的内容分发，还有应用程序的性能问题，还有一个网站安全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网站分发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亚洲地区现在是互联网流量最集中的地区，大概30%的流量发生在亚洲地区。亚洲地区现在因为有最多的人口嘛，然后年龄也都比较年轻，30岁以下的人口占50%以上。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喜欢接受新鲜的事物。第二个就是互联网用户，亚洲地区增长也是最快的，现在55%以上的互联网用户来自于亚洲地区。还有现在的很多的社交媒体，还有移动用户渗透也越来越多，像我们使用的WhatsApp APP 啊、Facebook， 还有中国内陆使用的比较多的 WeChat、微信。怎么样解决同时大并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原来的您原始的服务器和用户之间插入一个 CDN 的网络。CDN 可以应对这个同时并发的大流量用户的请求，并且提高页面加载的时间。我们看下一个图。这是我们的一个 case， 易贝。他所遭遇的问题是因为这种电子商务网站经常会有促销的活动，或者是同时在某一个点有抢购这样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他的带宽在某一个点的时候承受不了，就是这是一张性能图。越高的线代表它的性能越不好，平时之后性能还 OK， 4秒钟、5秒钟、6秒钟可以整个页面打开了，但是促销的时候整个页面需要20秒打开，这时候很多用户可能离开了，不能完成交易。在 CDN 引用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从这个点开始使用 CDN 了，它的基本上分值在促销的时候这个很小，和平时的性能几乎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客户，因为分发网络不仅能分发图片文件，也可以分发视频。这个是2012年的时候 ，CDN Networks 承担了2012年的奥林匹克的电视媒体服务的转播。这个也是要保证全球客户可以顺畅的播放这个视频。刚才过得有点快，前面我们谈的那个问题是对应大并发的用户的问题。
二个问题，我们谈论一个性能的问题。如果你只有一台服务器放在了这个图上显示丹佛，或者是我们台湾本地有一台服务器，然后需要提供这些很多别的区域用户访问，东京啊、韩国啊、甚至南美、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这个随着这个地理位置的增加，它的访问性能会越来越下降。这个是不能通过现在已有的IT 架构来改变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结构。前面的那一张图是在使用 CPU 之前，用户端访问到你服务器之间的一个结构模型。这个相当于中间的那个横线呢，相当于我们骑小自行车传送那个包裹一样，它需要经过很多次。一个小自行车每次只能驮一，就是说很少的货物吧。CDN 加入以后，相当于中间这一段会加入 CDN 的服务器，那我们中间用飞机来运，那可能速度会快很多。端到端，那我们还用小自行车好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地理位置尽量靠近两端，用户那端会有很多的 CDN 的边缘服务器就近被用户来访问，然后您原来的原服务器这端，我们也会选择离您的原服务器最近的服务器作为中继服务器来提供服务。这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基础一些的，就是 Linux 内核对 TCP 方面的传输协议的优化，也减少这来回的这种 RTT 的次数，交接的次数。这个有点比较细节的问题，我们看下一张图实际的效果吧，这个比较明显一些。这是印度尼西亚的官方的一个旅游网站，它有很多的语言版本，还要提供给中国大陆、欧洲还有日本啊，还有非洲这些地区来访问。在使用了这个动态加速产品以后，性能整体性能提高了3.6倍左右。它的原端服务器是在印尼和美国，有两个接头。这个是一个测试的工具。叫布麦兹，这个黄色的这条线越高代表性能越不好，黄色的线是在使用 CDN 之前的效果，大概打开时空是应该是在5秒到7秒左右，使用之后应该稳定在2秒以下。一个客户的例子是百丽，这个是一个奢侈品的销售在大陆内地很需要，就是这样的网页可以正常顺利的打开，速度也需要保证。这个 Great Firewall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东西啊。然后百丽在使用了中国地区加速以后，性能提高了81%。并且它的回源的数据量减少了97%，因为97%的数据全部在 CD 的服务器上访问了，图片啊、页面啊，还有这些脚本都可以从就近的 CD 服务器上取得，不需要再回源站取得数据。iOffer 这个是一个源站在美国的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它也需要提供全球可以服务这样的能力。如果他不使用 ZDN， 他的费用将会是10万美元来做同样的事情，在全球建设这样的基础架构设施。使用 ZDN 可以瞬间完成他的这个需要扩展的快速扩展的这个任务。整个性能大概提高了300%。这个是我们说的性能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安全问题。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开会的时候，这个图就是实时在发生的一些攻击流量，各种各样的攻击都在发生了。这个 DOS 攻击是流量攻击，还有另一个就是一种黑客攻击，被你的网站被植入病毒啊，还有这种搜索注入啊这些东西来盗取用户的数据。传统现在也有一些防御的方案，但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现在不明确的东西伪装成了正常访问来漏过去，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安全问题带给品牌的是，就是你首先，用户用你的网站的时候，重点比如说他不会想到那个黑客是什么，他只会想到你这个品牌的名誉的问题，可能你的安全性、你的能力的问题，名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还有或者是你的收入肯定会相应的下降，他有可能跳转到了别的假冒的网站，这样的问题发生了，而不是直接访问的你自己的网站。看一下 CDN 在这个安全方面的应对。对于这种 DDoS 的大流量攻击，这个是没有特别好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防火墙、阻挡物，这个是你需要有足够的带宽才可以承担的。现在攻击流量很普通，十几个 G、二十个 G 这样的攻击流量过来。目前我们的那个这个中间的这个 CDN 服务器，它本身已经可以阻挡现在的 HTTP 这样的洪水攻击。如果是更高级一些的 DDoS 攻击，像这个 ICMP 或者是 SYNC 这样的攻击，会把那个流量直接指到我们的安全节点。安全节点里面安装了专用的这种应用程序，可以阻挡 DDoS 的攻击。下一个图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全球建立了六个这样的安全节点。在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还有美国地区。总的服务能力在260个 G， 就是说你的攻击流量超过这个260个 G 的话，是完全可以承接的。下面那个200个节点是正常的 CDN 服务节点。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流量是跑在正常服务的200个节点的，当发生紧急的时候，才会把这个流量转换到这个安全节点的。另一个攻击是一种骇客攻击。骇客攻击，我们在我们的 CDN 网络中安装了这样的应用程序的防火墙。应用程序防火墙可以做到两个检测。如果是已知的一些攻击，像这种跨域、跨域攻击或者是注入，这些是已经知道的，我们可以直接阻挡掉。第二个，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功能，就是行为分析，分析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正常的。我们后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更具体的。你要是要几代的？没有，我想要了解。了解 ，OK。这个是位于韩国的一个网站，叫Panda购物。遭遇的问题是经常被不知名，可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可能是什么样的目的，攻击他，攻击你 DDoS 过来以后，这网站就不能打开了。这个时候他使用了 CDN 以后，效率提高是一方面。可用性从使用以后基本上是100%可以打开了。这个 case 我看到没有 logo， 也不能说因为安全的问题。他遭遇的问题是他所有的商品被拷贝出来，机器人这样抓出来，这样的行为是正常访问的，然后并搞一个 fake 的山寨的网站出来。这时候他就需要我们分析什么样是正常人的访问行为，什么是机器抓取的行为。这时候要需要刚才的那个行为分析，如果是发现是这种机器人抓取的话，被 block 掉，不能正常访问，这样来保证这个网站的利益。还有一个，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事情，就是苹果、Google 大家都准备完全放弃 HTTP。然后使用了 HTTPS 的协议，这个时候就是说很多客户不知道或者没有准备好，我的服务还是 HTTP 的，但是如果很着急，我知道的是2016年12月底马上开始这样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CDN 这端可以帮助你安装证书这样的事情，你原端还是 HTTP 的协议没有问题，然后用户直接可以访问 HTTPS， 这样的时候。HTTPS 的好处是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密，在传输的过程中不会被黑客来盗取。另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是 CDN 承担，服务器负载都在 CDN 这边来卸载，不用担心你的服务器的压力会增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例子，叫口袋购物，在内地可能比较著名。他从今年6月份所有的 HTTP 改到了 HTTPS 的协议，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劫持，另一个是为了满足这个苹果 ATS 的这个需求。苹果 ATS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关注一下，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任何一个证书都可以满足它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了，现在。
啊，这个是斯汀的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在全球有六个法人，这样可以互相协作。啊，还有200个左右的节点覆盖了大洲的所有地区。啊，斯汀目前可以提供的服务有这些，包括静态加速。静态加速就是图片啊、视频这些，动态加速是这个。啊，动态的包括有一些事务流程，可能你要完成购物，放到购物车，最后结账，这样是需要用那个动态加速这样的产品。啊，还有一个是动态的网络加速，这个是除了 HTTP 协议以外的别的协议，FTP 啊、SSL 这些都可以加速。Media acceleration 这个是媒体加速，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直播啊，这样导播都可以做加速。啊，还有这种。云的 DNS， 这个云 DNS 是可以作为这个权威服务器来提供的。下面的这个云均衡服务器，如果你是有多家 vendor 的话，或者 IDC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管理不同的 CDN vendor 或者是你的 IDC 机房，这样可以负载你的流量。下面那个云存储，我们可以提供现在有也是六个全球有6个节点可以提供这样的文件上传服务。再结合我们的那个刚才的 CDN 服务，下面安全产品有2个已经说过了，就是 DDoS 的一个防御工具，还有一个应用程序的防火墙。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服务的一些客户。好了，这个今天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更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那边的那个摊位。谢谢。好，谢谢，非常谢谢，精彩的分享，感谢。好的，那若是呢，对 CDN 有兴趣的这个来宾待会呢，也可以到他们的摊位来进行参观一下哦。好，那接下来呢，在。